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老师你好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我有传那个 LINE 的那个照片给你，那个小番茄的照片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是 Magica 417。那你有什么要417。补充的吗？没有啊，就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照片。好，那那就是。我在线上听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417哦，对，417。和，来，这个伫咱台中朋友传过来，这个问题吼，就是讲伊伫这个番茄吼都种落了，你会发现讲伊伫迄个樟头伊只遐哦，那从安尼六倍六倍吼。有一个这个六皮哦，然后最主要伊出现的这个问题呢，是伫砧木迄一段哦，在砧木迄个所在，啊，当然你接头的迄个部位呢，改成你也看起来就讲伊迄烧接的所在吼，改成拢无真好势吼，那么然后呢，伊就较容易呢。较容易就是讲筋较袂开吼，即顶顶啊，然后若是你会看到伊伫即个掌心管顶吼，掌心管顶呢，改成出现着会浮筋的即个现象吼。那么咱通常伫涂骹面会看到即个浮筋的即个情形的时阵呢吼，那么上重要就是讲有两个即个情形，一种吼是即个青菇哦，青菇病哦，青菇病呢伊就真有可能哦，真有可能，就讲因为伊掌心出问题，所以真有可能呢就出现即款的即个现象吼，就讲你会看到伊迄个筋吼，因为伊生长不良吼，所以呢即个会安尼浮筋浮筋安尼啦吼，所以这最主要吼，最主要是有一种的这个情形。第二种情形就是讲伊个掌吼一定的那种拢破皮破皮爱裂皮吼，因为你若是青菇你看不出来吼，这看不出来是虾米款的一个吼这款的一个状况吼，但是你若总讲是其他的这情形，伊会破皮吼，这皮一定。一直那从怎啊烂去烂去，剩一个迄个长头迄只遐吼，剩一支迄中心迄个骨啦，哦，这剩一个这骨安尼吼，即款的这个情形吼，所以这个情形咱所看到吼，这多数吼，多数呢咱真侪即个好朋友吼，你会知影讲。拄着即种的这问题呢，这是伫番茄内底吼，有一种叫做茎肌腐病吼，即款的一个真侪吼，咱真容易吼，真容易伫拄种落的时阵吼，咱就因为咱拄种的即个时间有当时啊吼，即个较比较来讲吼，比较来讲呢另外较削弱淡薄啊吼，那么。伊若是讲伫即款的即个情形之下，咱的水通常会流啊较侪，这本来就是正常，因为你水若无够，伊就伊的即个冷气吼，所以呢，伊就较容易有即种即个症状伫咧吼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注意，就是讲即个番茄吼，尤其拄种热人即阵吼，夏天即个拄种的即只一定爱小注意一下吼，小注意一下。即款呢，即个问题啦吼，所以即个必须要咱小心吼，小心来个即个注意点吼。那么即大概是安尼即个情形，所以即通常是咱咧讲诶，讲番茄即个即个茎肌腐病吼。那么伊通常伫种落了，伫即个仔啊诶时阵吼，即就小可开始啊吼，伫迄个樟头诶即个基部啊表皮呢。有咧咖啡色的深色，然后慢慢慢慢，迄个皮烂去，有当时你会看到剩中一支即个骨吼，即通常是安尼吼，但是你甲看起来吼，伊长会开始变黄会黏吼，但是呢即个叶吼算即个叶啊吼，通常叶还佫会留伫袂落叶哦吼。你若甲伊抠出来吼，这筋呢并无烂去哦，并讲，但是伊筋可能较无遐发达，但是伊并迄个筋无烂掉吼，犹阁有筋但是呢，伊就伫迄个樟头伊只遐，即个维管束的受伤吼。那么即款呢，即个情形，所以一般来讲吼，即种就是咱咧讲的一个即个
是正肌腹病吼，即、這个啊，即种长头的即个肌腹病。那么即种物件是安怎来吼？即、多数呢啊，是两种的一个即、這个啊病害来个即个发生吼、一种是因为即个疫病吼啊，伊消化有一寡即个痰湿痰湿吼，即、疫病的一个即、个病菌吼、所以呢啊，即款的即个经营吼，即、大概啊，伊就较容易来个即个出现吼、那么有到即个疫病了，伊后壁呢，就一挂细菌性的一个即个病害哦，即啊做伙落来吼，所以呢啊，即通常咱拢会建议讲啊，你一开始呢，即个疫病你定爱家即个处理好势，啊，另外就是讲啊，你咧管理的时阵吼、要种迄个时阵呢啊，尤其咱啊咧种即个嫁接苗哦，拢爱为啊即针头只轻轻啊家摕起来吼，卖、卖病伤大下吼，因为你若总讲有迄只遐有受伤吼，啊，真容易来解即个啊三型即款吼。那么即种的一个即个病吼，其实即个肌腹病是一个统称啦吼，即毋是讲有一个病菌啊，就予伊啊，即个就产生即个肌腹病吼，即毋是安尼吼。啊，但是目前所知影到吼，所知影到呢啊，多数有几种吼，比如讲啊，伊是即个镰孢菌吼，镰孢菌的一个。啊，这种的一个，这个啊，这种指囊菌、指囊菌类吼、指囊菌门的一个，这个、这个真菌哦，啊，这类的一个咧啊，来甲伊这个感染吼、啊，然后佫有一种吼，佫有一种咧啊，较属嘛是指囊菌门这类的吼，但是咧伊啊，一般来讲就是讲啊，这一类吼，这类的一个，这类咧啊，有诶叫做伊通常吼，这个。啊，变化相当的一个即大啦吼，所以有诶啊，就比较属于这种啊，要比较未知的一种即个真菌吼、啊。那么有即几种的一个，即两即啊，即两三种的一个即可能性来个即引起吼、啊。那么引起到即款啊，即通常呢啊，除了即伊要抗水啊，然后呢来个伊啊，即、這个感染吼，即、多数是有即款的一个即情形吼，即、一定爱啊小心来个伊做一个即个防范吼，即、大概呢。啊，伊个即个原因是安尼。那目前来讲吼，咱通常就是讲啊，伫即个咱咧防治的时阵吼，第一就是讲即个蕈状芽孢杆菌啊，啊，咱要防治，因为呢啊，即种后来引起的一个吼，比如讲镰孢菌啊，咱若事先先甲伊即个接种啊，伊就增加伊对即种啊病菌的一个即个抗性吼，即、通常是。第一呢，啊，咱来去注意的一个即、這个啊，即、所在啦吼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啊，咱会当伫即个已经钓到吼，钓到的时阵呢，啊，咱必须要稍来改即个做一下即、啊，做一下即处理吼。啊，即个处理呢，啊，上重要的即个所在呢，就是讲，啊，咱会当用一寡即个疫病的一个即类的一个即个药啊吼，啊，然后呢，你稍改啊，稍改做一下许吼，算。啊，咱用的时阵呢，啊，会甲伊啊，小即简单讲就是讲，咱用讲罐头安尼啦吼，啊，先甲伊即个罐头罐一遍啦吼，那么伊多数呢，就会当有较好的一个即、這个啊，较好的一个即效果吼，即、通常是咱啊，伫咧应用的一个即当中吼，那么会当来甲伊做一个即、這个。啊，做一下即处理吼，即、大概是安尼即处理的即方式。那么佫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要灌什么款的即即个药啊吼，即内底通常的啊需要有一点啊含有即个铜剂吼，同即即类的即个啊即个物件啦吼，所以大概呢，咱拢会建议讲啊，你是唔是呢，加用一束啊像啊铜咩打乐吼，即种呢？啊，该灌两遍啦吼。那么注意即、這个，啊，即灌的时阵呢，啊，你若用铜镁打热吼，你就卖啊卖染即种即个蕈状芽孢杆菌吼、哦。那么即可能是咱伫即个管理上呢，啊，爱去注意的一个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所在吼。所以呢，啊，即伫其他就是讲你咧应用的时阵，那么稍来该即注意者吼、哦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，即块地那是有今年有到这种的一个即、這个情形吼、哦。那么明年的啊，要种进种呢，上好会当伫即土壤吼、哦，啊土壤的即部分呢，啊来改即个做处理吼、哦，比如讲你予伊即个做固吼、哦，先固先做好势吼、哦，啊固做好势了呢，啊会当。啊，会当伫即个过程内底吼，比如讲我先甲伊菇拢起好啊，吼，拢差不多拢整理好势，准备要种甘仔蜜，对吧？啊，还是讲你啊，进前有种即个瓜啊，啊，即中间啊，一定爱有一个休困哦，甲伊
因为你若是种瓜啊了，你无法度来家堵水吼、哦。那么你起锅起来的时阵，会当家盖啊，即、這个塑胶布，然后塑胶布吼，比如讲咱咧用即、這个啊553这种物件吼，然后盖塑胶布，你家用落吼，啊，互伊去盖，啊，然后家伊的即个膨胀嘛，啊膨胀呢，啊，即、這个土壤有可能呢。啊，即、这个温度的上升吼、哦，差不多啊，到即个50-60度这款的一个即、这个啊，这款的一个即个温度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温度悬起来了呢，啊，伊对土壤即、这个啊处理呢，都有即个效果吼、哦，即只有呢啊靠即种的一个即、这个啊处理的一个即个方式啦吼、哦，即其他呢啊真歹来甲伊讲啊有虾米款较好的一个啊即、这个药啊吼，因为。咱所有的一个啊，这种药啊吼，就是讲那是啊，这个掉了吼，比如讲伊感染病吼，那伊那是啊，已经掉这款的一个啊，去感染掉吼，这药啊是帮助伊啊，较袂遐严重吼。咱上重要这个目的是安尼，不是讲啊，这对啊都有法度加以治疗哦。有时候真的很困难哦啊，所以呢，通常咱必须要哦，必须要呢啊，得爱少来加以这注意着吼，啊这啊一寡这有呢，因为啊这种镰孢菌吼，伫咱。即、这个土壤内底吼，即、哦这个、危害其实是相当的大。咱看到即个黄叶萎凋以外呢，啊，即、这个、包括咱所看到的这种哦，即、这个综合性的即个经济腐病吼，即、哦、款呢，啊，你就当用即个呢来解即、这个。啊，做一个这个啊，做一个这个处理安尼吼，所以呢啊，大概吼、哦，咱会当去应用的一个这个部分呢啊，来甲伊这个许吼、哦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讲，最主要这个疫病的一个这药啊吼，你一定爱加一点啊，这个啊加一点点这个铜剂啦吼，这因为呢啊，有当时啊咱咧用的时阵吼。哦你咧用这个药啊呢？啊，其实最主要为什么要用这个啊，这个咩达乐吼？因为最主要是要保持这个维管束的这个畅通啊。啊，你讲灌过药啊，过了伊呢，发现讲伊这个效果无通讲介好啊，然后看伊的这个。啊，迄、那个皮吼，以前遐拢，迄拢足食力嘞啊吼，这已经拢啊，拢足严重诶啊吼，因为迄大概是无啥物药啊通去用吼。那么上介简单诶解决方式呢，因为即马伊钓钓，那毋是讲足弱吼，比较后壁吼，啊只好着甲 N 落刀吼，就只好甲 N 落刀 ，N 落刀变啥物吼，变无食食啦。哦，就是讲你靠顶管迄段呢，啊，因为迄个时间已经过去哦，所以啊，伊长头迄个可能就是不是有一点点啊，一个机会哦，即有啊，但是一般啊，即款呢，一个效果吼、哦，啊，嘛无通讲介好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是咱伫即个栽培内底爱相当啊，细致去处理的一个啊，即、这个所在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你先。啊，目前吼、哦，这个比较较有效的一个处理方式吼、哦，比较较有效的一个处理方式，就是讲，你头一遍看到，哎，感觉这个小花怪怪，长头已经小花怪怪吼、哦，同药咩打落，你先改这个灌一遍啊、哦，然后过一礼拜过，哦，那是啊，这个有呢，你个用啊，熏状芽孢杆菌，好、哦，啊，然后加塞普富泰林。哦，佮加高治迄个啊，西藏兼罐头即个方式吼、哦，尤其啊，迄若是有较严重诶吼，即会当针对迄几种，也是讲伊周边迄几个呢啊，小甲管一下吼、哦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伊会当有了较稳定吼、哦，啊，甲管过了，你佮过一礼拜，你若看伊继续咧练吼，啊，是毋是啊，想办法要甲按落倒啊，是安怎吼？即、哦、大概是咱会当去处理诶一个方式啦吼，即、哦、啊，基本上是安尼一个方法吼。哦啊，目前所知影到其他即个药品呢，啊，拢无足好的一个效果吼、哦。那么用即个小改小动一下呢，啊，即、这个改善了可能啊有一点点啊吼。啊，但是你甲看起来吼、哦，这确实伊也无讲有特别吼、哦，啊，特别有效的一个结果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即有当时安尼，咱一定爱小心吼、哦。那么通常啦吼，即、哦这个地若是叫呢。啊，有安尼吼，你即个熏状芽孢杆菌吼，爱加灌两遍啦吼，那么会当可以保持有一点点啊，即个吼呢，也会有一个即个抗性吼，安尼你会另外较好淡薄啦吼。那么即伫遮，互咱就是好朋友呢啊，小做者即个了解着吼，即啊大概咱会去拄着吼，拄着即情形是安尼吼。那么即种吼，有当时啊，即卖有一寡即个研究吼。
咧讲到即、這个啊、比如讲桥吼，因为咱做起做桥啊头啊桥，咱是毋是啊？以即、這个经济采收起来咧做处理的时阵吼，伊若无处理好势，比如讲伊个个呐是已经有即、這个顶管有一种因为连包菌引起的迄个果腐病吼，连包菌引起的一个即个果腐病。啊，这种的一个这个果腐病呢，啊，伊伫经济的一个这个表面，吼，啊，原来大落来伫这个经济的一个这个表面，哦，所以如果伊这个啊桥仔头呢是啊，这个枝无处理好势，是真有可能伊生长的时阵就较容易去掉掉，哦，所以这啊，为什么讲啊，一个这个呢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哦，唔是讲啊，凊彩啊提一个来做这个桥仔头啊，都这都无什么款的这问题，这唔是安尼吼啊，这个有当时啊，这个啊一寡来路不明的一个这样的吼，处理了无好势吼，这种啊真济的造成咱啊真大的这个困扰安尼吼，所以这当互咱好朋友呢啊少做一个这参考吼，所以呢啊一般咱就是讲伫这个。生长的时阵，吼，一定得爱啊，首先先来改做防治。啊，这防治的这方式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这个很难去判断，伊是这连孢菌引起的，还是因为是真菌性的一个这个啊，这种比如讲疫病之类的。所以咱通常疫病的药啊，吼啊，你爱用啊，然后搭配吼、哦。这目前较看起来呢，啊，塞普泰林好像还有一点点啊，这款的这个好个吼、哦，所以呢。啊，这个大体上吼，啊，这个是安尼，这个情形伫咧吼，所以啊，这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小做一下这个参考吼、哦，大体上是啊，这款的这个做法，好，你小了解一下吼、哦，嗯。